哦，哎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一个眼镜嘛，哎，是吧？来来来来，戴起来，戴起来，戴起来，露露姐戴起来，要戴紧，要戴紧一点，戴紧一点，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什么？是不是把眼镜撑开，然后要贴双眼皮的？嗯，哎，还是那个假睫毛的，接近了，接近了，有没有答案？有一点小画眉毛哦，来教他们怎么用，来，来来帮我们示范一下，示范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叫做双眼皮制造机，制造机号称5分钟就可以制造出双眼皮啊？确定？来是吗？来试试看，来来来。那如果本身就有双眼皮，对啊，本身就不要用了。三眼皮。啊，对齐，要对齐，有用吗？你没有对到，你这样好恐怖哦！啊，这哪有？来来来，前面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，有有，对，要贴紧一点，要贴紧。可是这样就会有双眼皮，要戴5分钟，要戴5分钟，要戴5分钟。有有有，哎，有没有？那戴好之后拿下来就会变成有双眼皮啊。对对。5分钟。好，马上会的。这关怪给西啊，那每天都要戴，每天都对啊，每天出门前就可以戴着，然后可以动寡固嘞，5分钟动寡固，应该我们应该出门就没了。哦，哎，一眨眼就没有了啊，会不会戴眼镜？这个好像不太实用哦。对，实用啊，动寡固，双眼皮没出来，胶纸才会动一天。对啊，贴双眼胶啊，后来才慢慢有发展出来要贴这种。对对对，这算是它的前身。那你怎么相信这个有用呢？啊？有用啊，有用啊，就跟我们这种瘦脸的一样，因为它就是让它定型。哦，那个瘦脸，对对对 ，V 小 V 脸的，让它定型。我们看看，好，有，但是戴起来有一种可怜的感觉。我想抢我的师兄呢啊！医院护件哦，这种的，然后音乐都要戴。对啊，看起来像护件，我戴适合这个音乐。然后妈妈就说。就是你怎么戴口罩睡觉，防疫这么彻底这样子。哦，对啊，都有点难讲话。哎，但是讲实在话，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是像那个一样，就定型。定型，定型，久了之后形状就会出现。还要多久？戴一辈子啊？就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戴。一辈子都可以，就是一辈子用吗？所以你看年轻人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没有。可是那时候其实曾经有过纠纷，就太久啊，会长汗疹啊，然后会有一些皮肤上面的问题，会过敏的，对，所以会闷住。嗯，对啊，还不用，还是老时代的东西比较厉害，对不对？老迷老。